明天的过儿看电影呢，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影片《重返地球》。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把呢，他是带着儿子一起参演的，甚至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他为儿子量身定做的。《重返地球》是一部科幻片，威尔的儿子已经是一个帅小伙了啊，这个虎。重返地球是一部科幻片，有这么一位大明星老爸，儿子又很努力，未来差不了。明天咱们就细说说威尔和他的儿子这个女儿的电影梦想。是。